第三行再一次，第这一行，这一行不要走，开始来。
意思要注意呢？就是出发八八五，好的。听无到，讲不对哦。来，赶快注意听一下啊！全部哦，来。现在哈、哦，那个郭米介绍哈，谢谢袁卫郭，谢谢袁卫郭，谢谢袁卫郭，会议解压，谢谢袁卫郭啊。啊，这个是红烧羊肉，啊，后面那个是清炖羊肉啊，啊，这个是红烫的麻辣锅。哦，这红烧的麻辣锅，啊，即摆你要坐倒一个，家己去上哦。啊，如果你坐迄、个，甲袂甲讲，你要来食迄个，可以啦，没关系啦，哦。如果他坐到原位锅，他想要说我要去吃一下羊肉，可以啊、哦，我们可以，厨房都还有啦，哦。还有一点，注意听哦，今天大家要注意听哦，调味料在锅面。后面遐有一个白饭，就是咱迄个冠军女主的白饭咯。啊，边遐有一个，啊，应该是肉身啊，吼、哦，吃一点点肉燥饭也不错啦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就这样子哦，你们赶快想好了，你要坐哪一个位置，去各就各位，啊，然后呢，就去种调味料，啊、哦，然后等我们校长跟我们说要开动了，然后找到我们就可以吃了。哦、还没有洗手的赶快去洗手，要尿尿的也赶快去。好，我们赶快哦。六，哎，五点半准时哦。好、哦，五点半准时。如果你要吃饭呢，要弄调味料的，可以去弄哦。好，谢谢。一个，你不要。